千年传统文化靠什么？靠家，他来执行啊。所以现在的时候，这个传统家不可能再恢复了啊，没有法子再恢复了。所以我这几年就在那里想，我就想到什么呢？大家常常提到的企业家，嗯，啊，如果是企业团体，他们这个公司啊，那么有个这个几百个员工啊，上千的员工的时候，老板真的要把中国家的精神集成下来的时候，这些员工都是我的亲兄弟亲姐妹。员工的老人是我的伯父，是我的叔父，员工的小孩是我的下一代。能够这样看，他的一个公司把中国传统的家的精神继承下来，这里都有家道。从前这个道是相同的，道是伦理，五伦五常啊，伦是讲关系啊，常那就是讲这个关系，懂得关系之后怎么相处啊，这个相处就是道德啊，就是道德。所以君人臣忠啊，君是领导，老板就是君，下面员工就是臣啊。老板能够真的把员工当作自己一家人，员工哪有不尽忠的道理呢？啊，哪有不尽职的道理呢？所以办子弟学校，这个子弟学校呢，不是向外招生的，我员工的子弟，我要好好的教他，啊，可以跟国家的这个教育完全相同，啊，但是我们的关心的程度跟这个一般学校大不一样了，啊，那办养老院不是别的，是我们员工的，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老人，将来自己老的时候也能在这个里面，这个养老院不但是物质生活条件，啊。没有问题，供养没有，最重要是精神，精神里面最重要是教育，啊，所以大家学《论语》啊，对《论语》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往往这里头有深奥的意思，他没有发觉。那个深奥的意思是什么呢？悦是快乐，喜悦，喜悦从哪里来的？喜悦从学来的，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你就晓得，人快乐是从学习来的。学到老，活到老，最快乐把老就忘掉了。但这个教育重要，所以老人院我们在全世界，我每到一个国家地区，头一个就是看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实在讲的说，全世界澳洲做的最好。澳洲它因为地大，他们的老人院就跟花园一样，跟公园一样。地不值钱，地太大了嘛，所以小桥流水做得真好，但是精神生活有问题啊。所以说养老院里面的员工个个人要学弟子规，要学感应篇，要学十三业啊。所以他员工的时候，任何一个人看到老人都是自己的父母，都是自己的长辈，用孝心去关怀他，去照顾他，老人欢喜了啊。老人是就养老院，也就是老人大学啊。老人喜欢什么东西，聘请专家学者来教，快乐啊，他真幸福啊，幸福他就不生病了。他每一天郁闷着了呢，他怎么能不生病呢？啊，他心情不愉快，今天看到这个房间这个人走了，明天看到哪一天快轮到我了，那不叫坐吃等死啊，你说他精神难过啊。所以我跟陆总理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很关心。我说一定把老人院里的充实教学啊，老人院就是老人大学啊，就是老人的这个文化传授的一个中心点啊，老人院也就是这个文化博物馆一样的，让他这个精神生活能快乐。有些老人年岁虽然大，还有体力，他还能教，他可以开班教学，义务的。年轻人的时候呢，就是在外面一宣传，年轻人的时候想学什么呢，可以跟他学，哎，他自己很快乐，他东西可以传得下去。他真的晚年找到传人，在学校里还未必有，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说是我觉得我们说到处我都鼓励，如果是屏东县能够这样做下来的时候，
那世界第一，全世界养老育幼都要到你这里来学习，都要到你这里来考察来参观，那就带动了经济了。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就是请教曹县长啊，您自己对于整个的屏东的县政的规划里面，养老育幼啊，能不能再进一步的帮我们阐释一下？你怎么样运用屏东的优势，然后又加上老和尚所关心的，让这些老人家在这里面是过得快乐，又学习的快乐？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朝这样做。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我们把社区变成一个大家。那过去因为家庭是大家族，那么这个已经大概是解体了，所以我们就选，我们还是一个农村社会，一个大农村变成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当老人家都来的时候，哇，这里头就亲戚朋友都有了，那么就可以谈了，谈到过往的事情，那么谁来照顾呢？那我们就要培养一些志工，那这个志工变成是我们这个社区关怀据点的一个灵魂，那这个志工是民间，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社政，就社会处的人力引进来，把卫生局的人力，也就是说护理人员引进来，就是每个礼拜一天两天在那里做健康操，那么教他们学习到有一些，哎，有喜欢毛笔字的，这资深的这个毛笔字写得很好，他就当老师了，会教。粘土的会教塑像的塑，他就在那里在风华在线，唱歌很有尊严，很接近了哈，唱歌看到很有尊严。所以我们这个社区关怀站，全台湾的社区关怀站是屏东县的密度最高。啊，我们为什么？我们有社区志工做基础。我们社区志工从4年前，我们4000名，前线4000名，我们一直在倍增到将近要20000名了。这些志工有的是投入到环境的，有的是投入到医疗部分，比方说去做环境卫生的部分。那有些投入到老人关怀站这里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的社区志工非常多非常多。那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基础工作。我们是倍增又倍增，那如果要政府要花很多人力来，你这人力成本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才基础工作做好了，所以社区关怀站稳定成长。可是它如果运作不好，我们就把它结束掉。那现在在原住民地区有20多个，在平地地区我们有126个，所以加起来是全国的站，我们的站密度最高的，我们希望能够普及在每一个地方。那这样的工作呢，这个有时候我们一个小社区的资源还是不太够，我们现在就尝试3个社区的一个联盟啊，就附近3个社区联盟，那当老人家没办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为他送餐，那或是电话访问，那如果可能没人看顾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要安排这个长期照顾的部分，所以这地方我们是做了这个基础工作了哈。那么屏东县的优势就是，就好像相对于台北市，我们就好像另外一个澳洲地大，对，那屏东县就是因为我们人口就一直围绕80-90万，没有一直在增加，那么农业的从业人口它还基本上维持在将近30%左右，也就是说农地附近农地还有不少，有些农地没有在耕作的话呢，我们就社区关怀站就用那种农地让老人家种种菜，然后他们的这个聚餐啊就用到这样的菜，所以政府的负担就减少了，那么一般民间的这个捐款也就足以应付，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尽可能应用这样子的空地农地，能够让他们种一下甘薯，种一下蔬菜，那么甚至养鸡都可以，那么这些政府大概初期能够投入一点，就是说水电的设备给他们，那有一点让他们有自立，一部分的自立了，没办法完全自力更生啊，那这样的工作我们县政府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好像听起来的话，其实屏东县的曹县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
老人的问题在农业县里面是很严重的，所以必须要用政府的力量去进去，可是也不能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所以你是动用了民间的资源，让社区的意识出来，让民间加进来。企业呢，在您自己现在的整个招商的过程中，你将来希望企业界如果进到屏东县的话，你会希望他们扮演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对，刚才和尚老和尚讲到说企业家、那这个方面我们屏东县是欠缺了一点，所以我们是很辛苦了哈。那当然有些大企业进来之后，现在我们的二代加工出口区招商情况是很不错的，可是刚刚起步，那么他要投入到我们的整个县资源里面，这个我们大概在短期间还没有，对，所以我们大概一定要某种程度的自力来更生。那我们行塑这样一个社区的总体营造，我们非常努力，那也这一次文建会的评鉴，给我们台湾全国23个县是给我们最高的分数，那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投入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相信，有一天企业看到说啊，屏东现在努力的话，我想他们就是自助人助，他们也会来帮忙。好，大会长，刚才您听到曹县长这样谈了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曹县长自己本身对于人文的思想的部分，他自己非常有修养在过去接受我们达人榜的访问的时候，我们畅谈了很多他年轻时候对于那种思潮思想的议题的这种关注。那我想请教老和尚就说这个现在在对很多政治人物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呀，谈这种思想谈这个文化好遥远呢可能还不如谈一些很实际的经济规划这种管理能力来得更直接一点。老和尚可不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的来谈一谈为什么你会对于一个地方首长他的文化的素养始终都这么关心呢？这个文化素养决定他生命的延续。如果有文化，他的生命力非常强。中国就是有文化，所以这个5000年来，后面我想不止50000年，只要文化在，我们这个民族永远不衰。如果文化没有了的话，这个国家民族必定灭亡。世界所谓四大文明古国，3个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的？文化没有了。中国为什么能存在？文化存在。所以有文化它就有生命力，没有文化的时候生命力就没有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并不难懂虽然很深呢，不难懂所以文化不但带动企业，它能带动所有一切事业方方面面全部都是良性发展。你说中国5000年呢没有文化吗？你看看历史，过去文化非常灿烂那靠什么东西？就是方方面都是所谓是这个太平盛世那表现在国际上的郑和，其次下西洋，你看看走遍了全世界，确实全世界是中国人发现的，现在外国人承认的比他们发现的都早在几百年几十年那我们这些文物流传到国外，我们的文化流传到国外，我们的技术流传到国外，这是现在人已经肯定了，已经承认了。那么孙中山先生，你看他三民主义里面所说的我是很少看，这一次因为回来要接触很多这个政界的一些朋友，我用了3天时间把它翻了一遍我很佩服他这从前我们没想到，他说的一句话正确，在他那个时代他说西方人比我们强的只是科学机器比我们强，其他的都不如中国，这个话说的对那我们要学他东西，学他的技术，学他的基建，其余东西不能学，那学就吃亏就上当了，那特别是经济我们中国5000年来没有听说什么经济风暴
这个经济危机，从来没有这个名词啊。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叫人量入为出，中国人最羞辱的是借贷，借贷过日子，这中国人不许口的。你没有借贷的时候，哪来的危机？外国人危机什么？拼命借钱嘛，所有一切事业全是借贷来的。我在美国住了15年，我了解，人从小生下来可以说就像银行、像保险公司借贷，一辈子都还不完，天天辛辛苦苦工作干什么？还债，这个日子多痛苦啊！这是我们中国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法的，穷乞丐，人家都尊重你，不会钱，可是你借债过富裕日子，别人瞧不起你呀，所以这个是正确的，绝对不是错误的。我们不但要延续下去，我们要告诉世界上，真正想快乐，没有负担才真快乐。心里头有负担，没有还清债，你怎么快乐得起来呀？所以这个道理要懂。所以如果这个台湾能有一个县，做成一个真正是仁爱和平示范县，礼义之邦，和谐这个区域，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要到这个地方来学习，来观摩，来考察，那你对国际友人你就接引不暇了，那我们只要把服务业搞好，你什么都兴旺起来了，这很有意义啊。屏东县在这方面您觉得有这样的优势条件吗？就是在以文化作为一个立县的条件的话。我再说明一下，就是说社区营造它就是一个文化改造运动。对，那我们说台湾经过几十年来的选举，没错，地方派系切割的很厉害，从水利会的选举、农会的选举、乡民代表会的选举，到以前的省议员、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到总统，这样子是一个切一个分类，这个对我们的社区的凝聚力是有所伤害的，很重的。可是当我们从社区的老人的关心，他就不分党派了。当我们对爱幼小孩子的关心切入，他就没有分党派了。对，我相信他是一个地方缝合的开始，包括社区要营造产业，大家要努力。所以我觉得社区总体营造是一个非常好的社区的治安，大家有巡所队就不分了。等好像社区里头有一个国防部，社区里头有一个文件会，有个教育部要学习，那这样的资源，说政府能够摆脱到这种绑庄脚的政治，不要去控制它，而让它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缝合的开始。所以我们一直很期待，就是说这几年我们培养志工，志工的基础以当做奉献，在做他的价值的时候，他做得很高兴。那么把老人家的这个智慧经验能传承下来，他得觉得很有尊严，他走过的路这么长，而且值得记录下来给我们下一代。那这种对老人家的尊重，那小孩子呢就看在眼里头，就不是那么造次了哈。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投入更多的资源在这个社区营造的里头。那这里头我们渐渐地方有一种共识，的确我们过去的那种分裂，对，台湾要走向和解，不错不错，要走向这种缝合，不错。那如果我们这里都做不到，我们要期待世界和平，那是不太可能。没错。所以刚才我们老和尚讲到说，我们从宗教上的和解，那是非常好的啊，非常有见解的一个切入点啊，非常谢谢。其实老和尚作为一个宗教界的一份子，作为一个宗教界的领袖，他强调宗教的和解，我觉得这是在这个他的领域。可是您刚才讲的也很好，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地方县市首长，你在社区里面去创造
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政治意见的信仰者之间的融合、整合，其实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每个社区到最后，虽然我投票投谁那是一回事，可我最后会以社区作为一个共同的营造的一个未来的目标的话，它其实就会慢慢的融合。如果外面再加上宗教的、文化的、地方的整合，其实这个线就慢慢的可以走向和谐啊。我追问一个问题啊，刚刚老和尚特别提到金融风暴对全世界的冲击。金融这次的金融风暴对屏东县影响大吗？屏东县是个农业县、嗯、那么大概金融风暴里头对于财务在杠杆应用也厉害的地方、嗯、比较严重、是比较严重、嗯、那么我们这次屏东县行政主计处发布的一个失业率既然屏东县是最低的、哦、那我们不是要以这样来满足、嗯、也就是说我们是认为农业县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稳定、嗯、当全国都大好的时候可能农业县是不好，那全国都大坏的时候我们还是维持那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现在努力的是说我们把我们基础的农业县的部分的农产品有一部分可能会过剩的、嗯、那我们就要跟全球接轨，所以我们在努力在全国，我们目前努力的就是说这个全球这个安全食品规范，我们屏东县去认证是最多的。这些像柠檬可以外销，木瓜啊、莲雾到蜜枣、凤梨，我们这里头等到全世界都开始对用 Global Gap 有所限制的时候，一定要有 Global Gap 才能够输出的话，我们屏东县就可以有输出一部分。那输出一部分呢，我们国内的价格就会比较稳定，因为我们一个阳光大县，所以都会比较比人家早一点，所以我们都是及早做这样准备了、啊、这样子。可我觉得这一点是恐怕也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来赞许的，因为你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弱势在哪里。不会急功近利，所以一定要把每一个县都弄成像工业大县，然后都要做发展什么都很类似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守住自己的优势，然后好好的发展，像您刚刚讲的农业也可以让它变成全球化的一个平台上可以贩售的农产品啊。对啊，那我这边就要追问老和尚了哦，因为屏东县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是它是一个农业立县的一个地方，所以但是农业立县的话其实它就有很多的条件能够来推展，因为更接近中国传统社会的很多的价值，因为它如果是在台北县或者像台中市、台北市，其实有时候还不太容易，因为社会的变化太快了，那个整个的县里面的那个经济流动的速度太快啊。可是屏东县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老和尚，您对曹县长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期望呢？就是说在农业立县的一个条件之下，怎么样去发展他自己屏东县的一种好的优势？这个农业在现在也是严重问题。联合国我听说他们有这个信息传出来，就是金融危机之后啊会有粮食危机，粮食、会有能源危机啊，一个一个都会接着而来。那么过去我们曾经听到过英国汤恩比对于这一方面呢有很精彩的谈话，他认为科技发达必须要有限制，对于人类衣食住行不需要的这个科技用不着啊，那是要浪费了这个浪费了资源。但是农业的是最好的，要恢复到古时候人工种植，那是最健康的饮食。现在所谓的有机，现在这个全部把这个农产品破坏了啊，所以这些东西看到好像它长得很快，长得很肥很大，但是营养价值没有，带来的是疾病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食品。所以农业我们自己也在做实验啊，我们在澳洲自己种菜，这个汤池小镇的时候自己有30亩地啊，种这个蔬菜水果啊，那我们完全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啊，完全是这个人工的做法。而且对于这病害虫呢，病害虫发现的它跟我们人可以沟通
嗯、啊，我们可以能够和睦共存，可以和平相处、啊、和平相处、嗯、那我这个菜园的时候、嗯、我里面画一部分专门给他吃的啊，画成界限，他很守法，比人好吃、哎、他就吃那一片，你就看这个这个天跟这边跟这边那就不一样，这这这从中吃的那边完全不动啊，古木树也是如此，我在澳洲种的时候有几十棵古木树啊，那么也指定个六七棵，这是小鸟你们吃，就专门吃，所以我也不要去包装什么的，这些呢其实你要给我留的时候那不可以吃的时候听话啊，真听话了，他真听话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试验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试验差不多十年了。嗯哼，哦，确实有这样的十十年，十年了，自然农化，对，这自然自然分享农业，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操心啊，跟他签订条约，这个机构给你的，这个这个这这这一块我们种的蔬菜供养你的，啊，其余的时候你要给我保留，种的比那个有农药化肥的还要好，嗯哼，长得还要好。所以有些那个是这个贩卖蔬菜的时候，他到我们那看，他你们怎么种的啊，比别人家都种得好。我就把我说，我们不但是给小鸟小小虫签约，我们的蔬菜菜园里面树上的时候都挂这个念佛机，他们都是听佛号生长的，都听佛号去生长的。所以这个十年的试验呢，可以让我们对这个产生信心。嗯嗯嗯。啊，动物、植物跟我们都可以交流。嗯嗯。它是生物。嗯嗯。啊，我们起心动念，它都能感受到。嗯。我们爱护它，它也会照顾我们。嗯。对，好的回报。嗯嗯。老张刚刚谈的这个，其实也是台湾这几年非常流行的所谓的有机农业啊、哦。屏东县的有机农业发展的状况怎么样？一直在增加，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人尝试自然农化，对。那么我们一直期待我们有一个平地森林，种了很好几千公顷的树林下，这些野菜渐渐大家去重视。我们目前我们刚报林务局通过一个叫屏东的平地森林游乐区，那这个游乐区不是以人本，不是人本的，而是以动物能够分享的。我们希望这个区里头这食木类的哺乳动物能回来，野溪里头不见的鱼类能够出现，那么野菜也可以出现，那猫头鹰回来了，我们让这个梅花鹿也就进去了，那不是以原本的游乐区，那希望这个我们一直扩大，现在目前是规划了1150亿公顷，再加上我们那个人工湖大潮中湖300公顷，等于将近1500公顷，可是周遭还有一些已经种了树的树林都是1000-2000公顷，这样涵盖起来，事实上哈，我们就是比较贫穷的人家，事实上是好好利用这种野菜，也是可以生存的。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正在规划中，我们就把这个部分把它规划好。OK，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构想了、哦、对。那这个案子，您认为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实现？我们刚刚去林务局在做这种这个招标文件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我们就把丢进去，结果他完全接受他非常高兴说我们现在既然能够想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这个区块加起来大概有3000公顷左右、这3000公顷里头，哎，这个很多的自然生长嘛，这个实际上野菜非常多啦、只是我们不知道应用而已。对对对，我觉得曹县长刚刚那个谈话里面有一个观念，恐怕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在价值观上做一点调整的，就是老和尚刚刚您，我相信您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过去常讲人本，对，可是人本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忽略到，其实现在可能强调是万物平等了，对，我们跟动物都要和平相处了，对，因为有时候人本的角度之下，有时候我们还会为了人的问题先去牺牲掉其他的动物，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施政的概念了，就重新去调整人本的概念，去跟不同的万物和平的相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老和尚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一个小结论吗？待会我们来听听县长也补充一下。这个我们听到曹县长的谈话了，我们也非常高兴啊！实在讲，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期望着，如果有一个乡镇，有一个县市，做出一个好榜样，对，给全世界做一个好样子啊，让全世界都来看，都来学习，都来推动啊，那么这个世界，全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啊，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只要肯做，对不错，有希望。就是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了啊。所以县长对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感想吗？可以做一个小结论。非常高兴，就说人类已经可能对资本主义追求效率、追求利益，那追求享受，那么牺牲环境或者牺牲家庭的安乐，大家已经开始在反省啊，不错。那特别是在这样金融风暴之下，那么我们把一些传统价值，比方说要有储蓄的概念，量入为出。那么我们希望年轻人不要就说应该要节俭啊，也应该要懂得吃苦。那有些工作比较挑剔，那事实上我们这一辈的人都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苦过来的啊。那这个金融风暴事实上给我们一个开始心灵安顿反省的好机会了，那我们不要把地球的资源给耗尽掉了，那以后真的是永远不再回复了，那我们把世代以后的子孙的资产都把它花掉的话，是下一代人会骂我们是非常不道德的哦，所以不管我们信仰哪一种宗教，如果我们不把世代的这种正义把它涵盖在这里面，我们在这里的享受，那是可能是一种罪恶。我觉得曹县长刚刚谈的这一点，其实跟老和尚我们每次在仁爱和平讲堂里面谈的很多的理念真的都是不谋而合啊。就是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够去剥夺去消耗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资源，因为我觉得这次金融风暴恐怕也给世人有一个最大的震撼，就是您刚曹县长所讲，其实也很符合宗教的一个理念嘛，哈，不错。老和尚在澳洲也好，在香港也好，在美国也好，大家看到西方的宗教大概也在这一波金融风暴里面做了很多反省。物极必反，物极必反，对。对，这是这个基本价值，我想大概是今天我们的仁爱和平讲堂里面其实最有意义的地方了。对，我们也非常希望了，老和尚有机会多在我们仁爱和平讲堂里面多跟我们的不同的人领域的这个领袖们啊多一点的意见的交流。那也非常谢谢像曹县长这样子，能够在百忙之中能够把你自己的施政理念也能够跟宗教界领袖多一些交流，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双方的想法在很多地方是很接近的，非常接近的，那这大概是我们这个仁爱和平讲堂这样的一种对话最有意义的地方了。再一次的谢谢老和尚，谢谢，也谢谢屏东县的县长曹县长，谢谢您，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收看仁爱和平讲堂。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谈的话题呢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今天跟各位请到了这个特别来宾呢，他的本身的人生的经历跟他政坛的经历呢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他是谁呢？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他就是国民党现任的秘书长吴敦义先生。秘书长你好。主持人还有你好。大家好。好，那我们当然今天秘书长已经替我们先引领出来了，我们的仁爱和平讲堂呢其实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呢就是我们的净空老和尚啊。那吴敦义秘书长今天要跟我们来谈的话题，跟老和尚对话的话题呢，其实我们是要谈一个政党到底在现代的社会他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晓得政党在政治上面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推出人才然后推出政见，赢得选举，然后再来执政。那如果输了选举，他成为在野党，他就不断的监督这个执政党，然后争取下一次赢得的机会。
可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放在一个社会的上面，也就是说政党如果放在社会的教育、社会的一个资源的互动上的时候，政党到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吴敦义秘书长很特别啊，因为他从地方的民意代表开始当起，然后一帆风顺，那在但是在选举的过程中呢，也曾经遭遇过挫折。我常喜欢开玩笑说，大概在台湾啊，对人性啊善良面体会最多的大概就是吴敦义秘书长，但是对人性的卑劣面体会最深的大概也是吴敦义秘书长。所以我们今天开场啊，就先请秘书长来聊聊这么多年的从政经验了，您认为政党到底在这个社会上啊扮演什么角色？你对政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政党其实如果就他那个党字哈，中文解释党字是有正反两个，没错，我们讲的朋党啊，上黑哈，台语讲上黑啦，上黑是政党，也可以成群结党，也可以变成很坏的一个集合。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当政党如果能够沈着时代的发展，全民的最大的利益跟心愿，他也可以集合有志之士，志同道合，来提倡一种理想。没错，然后运用正当的、合乎道德跟法律的方式，那么推荐适当的人，取得执政或者问政的机会，把这种好的理想能贯彻、能够实现，那就可以造福许许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政党，它是能完成一个个人不能完成的事，那集合众人的力量来众志成城，那他对社会就做出很大的贡献。那到底你是要做一个上黑的啊，就是对社会是负面的，或者要做一个光明面的，我想就是在政党的主持者还有他的党员的共同意志当中啊去分辨。这一念之间呢，其实就分别了到底一个政党是为善，或者一个政党是为恶。像纳粹啊，希特勒推动的政党，它很明显历史的定位就是为恶的。那许许多多好的政党推动民生、推动文明的发展，那这些政党就是好的政党。秘书长真的不改他的幽默啊，一开始就替我们拆文解字，把这个党的两个部首啊，上跟黑呢，用台语结合起来，熊欧熊欧威啊。这边再请教这个老和尚了啊，您怎么看待政党呢？您在美国、在澳洲都居住过很多年，他们的政党政治是非常健全的，就看两个主要的政党不断的在那里你上我下啊，你下我上。您怎么看待政党？实在讲的时候，这个外国的政党政治的时候，虽然是发展了不少年了，可是我觉得还是中国，5000年的，这个政治推动的这个效果，那么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里面谈到的，我觉得那是非常中肯的话。中国过去历代的帝王跟西方的这个专制制度不相同。它不相同的原因是，西方真的是专制，真的是跋扈。中国自古以来说，它圣贤政治，所以我们称帝王都称圣人，帝王的诏书都称为圣旨，他确实他接受过圣贤教育。那么古时候这些帝王都是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孔子心目当中最崇敬的人物，那是圣人做国家领导人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看了三民主义之后，我感到的时候，人的素质教育是第一，人是好人，无论什么制度他都能做好事，人要不是好人，出了问题了，再好的制度都会被他利用，他都会做出坏事出来，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后人，特别是教从政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两句话说得好啊，这真理啊！
可以说是超越时间呢，跟超越空间，啊，走到哪个地方都不会有偏差，不会有错误，啊，所以这教育摆在第一，教什么呢？叫伦理，啊，伦理是关系。首先，我们做人要晓得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啊，君臣就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啊，朋友的关系，长幼的关系，关系搞清楚了，如何这些关系能够和睦相处，啊，能够相亲相爱，这就是有道德。能顺着这关系的，这是德了。所以关系就是道啊，关系是自然的，这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所以说能随顺大自然的规则，随顺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秩序，这个就是德啊。所以中国自古提出，你看基本的这个无常，这叫仁义礼智信，这叫无常啊，必须要遵守的，跟佛家的五戒的意思相同。那从这里发展下来了，就是八德。八德嘛，古今有两个说法，两个说法当中有四个字是相同的，除掉十二个字，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我读了三民主义，我三民主义的时候，这么多年来，没有落实，啊，民族主义是理想当中的族群大团结，啊，那么在台湾的时候，族群还没有做到团结，啊，政党也没做到团结，啊，他这是民族主义，这个精神，啊，那为什么不能团结呢？我想就是我们把教育疏忽了。如果我们是从中国传统那种教学要那么重视，啊，从小就教他伦理道德因果，人有伦理道德的教育，不会作恶，耻于作恶，羞于作恶；人有因果的这个教育，不敢作恶，啊，知道作恶不是一桩好事情。人都能受到这么好的教育，这个社会上没有坏人呐，没有案件呐。所以我这次跟这个澳洲跟洛克文总理的时候，跟他见面谈话了，我看到他那个忙碌的那种样子，过去我们见面他满面红光，现在是头发都变白了，哪有这种道理？那么年轻啊，才51岁吧，啊，所以我就开玩笑跟他说，我说现在全世界这个各行各业里面最辛苦的。啊，最辛苦的工作，我说就是你这个行业。我说，这个秘书长体会这个。是啊，我说这是行业。我说在从前，在我们中国这个典籍里面记载下来，过去这个旧社会里头啊，各行各业的最快乐是做官的。为什么？他没案子办，没有犯罪的人，那没案子办呢，所以做官的人成天写写文章，做做诗，游山玩水，你看他多自在啊，哪有这么痛苦啊？啊，那为什么原因呢？过去人他教好了，从小就教好，他不会犯罪，啊，都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都接受过这个教育，而且这个教育根深蒂固。所以中国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怀孕的时候开始，胎教开始了。啊，所以从出生，父母是小孩第一任的老师，啊，这个老师是身教，啊，身行言教，他做出来了，啊，父母你看他怎么样孝顺他的父母，他写小孩看到了，啊，父母在日常怎么样生活的时候那种规律的生活，他也学会了，啊，所以这个伦理道德说，在家庭里面说，它就形成根深蒂固，它怎么会变？所以从出生到三岁，我们中国古谚语说，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他小时候根深蒂固，八十岁不会变了，
这教育成功。所以中国教育的原点就是五伦里头第一条的父子有情，情爱，这个情感是天性，不是人为的。你仔细去，我们先观察那小孩三四个月，啊，他还不会说话，你看那个神情，他对父母那个爱，能够去感受得到。那父母对他那个爱的时候，他也能感受到。你在那看到了天性，啊，所以中国这个教育就从这开始，这是原点，啊，教育的目的就是这个爱。如何能保持终身不变，啊，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的是这个教育的是如何能把这个爱扩大，啊，他爱兄弟，爱家族，爱邻里乡党，爱社会，爱国家，爱民族，到最后凡是人皆需爱，他把它推广。所以中国的这个教育五千年的教育，爱的教育，你走遍全世界，你跟任何不同的族群甚至不同的宗教谈起来，没有不佩服的，没有说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这么样良好的教育五千年来中国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是什么原因呢？末代皇帝，啊，把老祖宗的教诲，啊，丢掉了，啊，那就出事情了。那下面这个帝王所取得政权之后，你看五年，你看中国的历史，五年这个动乱马上就恢复，啊，改朝换代有先有隔，唯独教育的理念政策方法永远不变，是从汉武帝到满清政府的末年都没有改变，直到民国的时候收获了，啊，民国真的是收获了，啊，惹得我们现在这一代受这么大的苦难，啊，如果继承下来的时候没事啊，啊，过去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告诉我，他说周公了不起，真的是圣人，那不是假的，他肯定，他说他做的这个周礼，周礼就是周朝的宪法了，他说如果周朝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能遵守，就是现在还是周朝，它有这么大的效果，在全世界这个在法的方面说没有能够超过这个，是完全是人性，站在人性的立场，不是站在帝王一家立场，啊，所以这个很了不起。他就劝我去读，可是我始终就没读，没有读他是不是？我是对这个没什么大的兴趣，是吧？所以以后的时候，他把这个佛教介绍给我了。我以为原来我们以为是迷信的，以为是宗教啊。方老师告诉我，他我跟他学哲学，他说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他说他是圣哲，佛经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这是他给我讲的。以后我都没这么说，我这说的话是这个佛经是高等哲学。这是我们有一句没像他讲的那么露骨的时候，就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这个我才把观念改过来，啊，看佛经，越看越有兴趣。方老师的话没说错，那，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我以后我出家了，去看他，啊，你怎么真干了？我说真干了，我听老师的话是真干了，那是，啊，所以这个教育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你要晓得它是和平教育，它是人性的教育，啊，所以它是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你看这个政治在用在政治上，帝王都受过这个教育，所以我这个在新加坡住了几年，演培法师以前是我们善导寺的住持，我们很早就认识，他移民到新加坡20多年，我们见了面，他请我吃饭，有一天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赞成君主还是赞成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他说我不赞成民主。他说您头脑太顽固了，您太旧了，你跟不上时代了。我们在开玩笑的时候，我说君主有个什么好处呢？这个接班人他受过最好的教育，皇上把全国最好的老师，
这个机是别人机会没有的，没这种机会啊。那么文武百官的这些子弟陪读，那是什么？那是底下一个朝廷啊，他真的很用心的把他栽培起来的。是民主不是的，民主是到处选的，他并没有受过这么好的教育啊。所以说我是从这个观点上讲的，说那个时候制度好啊，但是中山先生他的理想啊，我非常赞成，很了不起。因为从前是一家这个治理这一个国家，那他把这个家天下说再恢复为这个天下为公啊，就是用一个政党来代替这一个家族啊，全国的时候这个精英的时候组成的一个党，所以他那个是一党专政，我非常赞成啊。但是什么，也就是中山先生过世太早了，60岁就过世了，没有能把他的理想完全做出来，这是个很遗憾的一桩事情啊。如果他能够活到80岁这20年，我相信那就中国整个就产生变化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政党政治是好，还是要从前那个教育，那个教育太可贵了。你说你那个党员，叫我们办党校，党校里的聘请全国最好的老师来教这个党员，这就好了，这就把中国传统这个政治就传下来了啊。党员，如你说选校联嘛，这是汉武帝开始的时候举校联啊，国家这个从政的人员基本的条件就是校联两个字。啊，他孝顺父母，他就能忠于国家；他廉洁，他就不贪污。所以呢，就这么两个条件，啊，这个两个条件的时候提出来说，一直到满清都是这样的。啊，政府县市长最大的这个政绩，就是为国家选拔孝廉。啊，所以进贤受上赏啊，那国家最高的赏赐是给谁？你替国家的时候选拔人才。选拔人才就是暗访去查访哪个小孩孝顺父母啊，廉洁，你给他钱他不接受，这个选出来国家来培养，国家来教他，从县有县学秀才嘛啊，这个省再到中央太学就郭子健啊，这太学，那个太学就是党校啊，就替国家培养这个人才的呀，所以他基本的这个德行是孝廉啊。那么他所接受的这个教育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全世界哪个国家民族比不上中国啊？所以中国在政治上的时候，这种优越的时候是世界第一啊。那我们现在疏忽的呢，就是教育就是教育，所以现在这个教育必须要普及平民啊，人人都能够接受，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圣贤君子啊，所以国家应当把这个当作施政第一个目标，第一桩大事来办。人都是好人，没有一样不好啊。人要是不好的话的时候，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方法都会出纰漏。今天老和尚，我相信啊，那个很多的观赏的仁爱和平讲堂的朋友们，大家都注意到老和尚大概今天真的是碰上了吴敦义秘书长了，所以就侃侃而谈呢，就谈到了吴敦义秘书长最熟悉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了，还谈到了国民党的孙文先生啊，孙中山先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贡献，我想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其实老和尚谈这个话题，在过去他也重复过好几次一个基本的理念，就认为说人的素质最重要。人的素质不好，其实什么制度都糟糕；人的素质好了，其实不是那么理想的制度也可能可以运作得很好。我这边要请教秘书长了，刚才您一路这样听下来，也谈到了孙中山，谈到国民党过去的历史。您认为政党，您刚刚也特别提到说，其实就是一念之间，一个政党也可以变成一个号召最好的人才，提供最好的政策，带领这个国家往最好的方向走，但是也可能沦落到把这个把持这个政治，然后让这个国家往下沉沦，对吧？我们在台湾也看到这样的例子了啊。我想请教您，就国民党在过去政坛上，不管是在大陆时期啊的起起落落，然后来到台湾之后呢，也曾经一度失去过政权，所以你的体会最深了。你认为一个政党该怎么样子去发掘他的人才，然后怎么样推出好的政策？我想政党如果讲要最高的理想，我想拿
刚才大师所提的孙中山先生，也就是我们党的总理啊。对。那去年啊，去年五月，在马总统当选就职之后，我们应大陆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的邀请，到大陆去访问。那第一站就先到南京。我们敬业了这个孙中山先生的这个中山陵。中山陵。那我们党的吴伯雄主席在敬业中山陵之后，就应大家的要求要题字。我想他提的这八个字，最能够连接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也接住了我们党当前最重要的理念。他提的八个字是天下为公，人民最大。我想政党如果有这样两个基本的理念，那大概这个政党就不会偏差了。你有天下为公的理念，你就知道不是为一己一性之私，你任何一个人有机会为党来做领导的工作，做服务的工作，或者有机会取得执政的机会来领导政府，你的目的就是天下为公。那甚至于你把那个为也可以读成为，那就是为公。为公。对。那天下是众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非一人的天下。那你所有的作为都是要为天下的和平啊，这个仁爱啊去推动。那人民最大，那不只是你在选举前要抱着人民最大的心，因为只有人民有票让你这个政党上台，让你这个领导人上台，但人民也有票可以让你这个政党下台，让你这个领导人下台。所以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那我们政党不只是在选举前要有人民最大的理想，就是赢得执政权或者问政权之后，你也要把人民最大放在心里，而真正的去实践。所以讲到我们党过去从大陆到台湾来，我必须要很明白的呼应一下刚才大师的这个讲话，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君主的时代，教育做得成功，那每个人都能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那自然就能平天下，就能治国。所以为什么做官的假设他教育做得很好，五伦都实现了，长幼有序，社会不至于动乱，那所以好的生平之事啊，你看做官的就可以吟鹅诗词啊，啊，对，那蔚为文明的奇观啊。可是如果五伦乱了，臣可以弑君，君可以乱杀臣，那天下就动乱了。五代十国不也造成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吗？那做官的不但不能吟歌弄诗啊，反而要疲于奔命，甚至于常常朝坐堂上啊，目为阶下之囚，甚至于头断在公堂之上。我觉得教育做得好，五伦能实现，做官的当然轻松，老百姓也才能安家立命啊。所以你看看我们蒋介石老总统，他知道要进入民主的时代，教育也非常要紧，所以当时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各种的考试要凭本事，完全公正。我想是说明你一定也是参加台湾各种考试的联考制度下来的。那个时候你肩膀上是四星上将的子女，跟乡下洗衣服的欧巴桑的儿子，统统要坐在考场上一起考。你要读台大，要读政大，要读东海，要读学校，就是凭本事考出来的。你老爸那个肩膀上那四颗星星不管用的，因为面对一个公正的制度，而且学费很便宜，你穷人家的子弟照样念得起对好的学校，因为国家负担了绝大部分的经费。这种教育的负担我常常形容做叫甜蜜的负担，不是跟买股票啊买房子一样希望赚钱啊希望它涨，
你要短期内说教育要有报偿，说10% EPS 多少，这是很难。可是这种真正的报偿是在整个民主社会生生世世能够稳定，能够健全，能够发展，有具体之生命啊，那这个民主就不会衰亡。所以教育的确是很重要。那老蒋总统也很留意到，除了教育以外，经济的改善也非常重要。所以经国先生继起之后，推动十大建设，推动十大革新，一方面有宽广的马路了，有非常好的这个竞争的力量了，工业农业齐头并进，台湾才能创造台湾奇迹。所以在这两个基础上，从地方自治开始，然后逐渐的开放各种的选举，至少现在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啊，当然缺点还是很多啊，选举风气的确是不够好，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也不是样样都非常的出色，可是总体来讲，我总觉得他比君王的时代要好很多啊。君王的时代啊，出圣君呐啊，对，不错，固然天下就太平，可是出暴君的时候，不错，也是生灵涂炭呐，对，史诗片野啊。我觉得比起来，虽然民主时代选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平庸的君领导人啊，你看全球啊，但唯有平庸啊，他才能够合众啊。有时候曲高和寡，有些天才你就是要去做商业，有些天才你就去做发明家。天才是很孤僻的，是很寂寞的，所以他能够在商业的竞争当中纵横睥睨，不念秩序，也可以创造发明。你看爱迪生，很多人也认为是笨蛋啊，可他是世界的发明大。但是只有能合众的，他才能够一方面赢得群众的欢迎，那一方面取得政权。可是我常常讲，政治领袖啊，光是得到民众的欢迎不够，还要得到民众的尊敬，所以他必须有魅力，同时要有能力。有魅力，有亲和力，选票才会接受你，授权给你做总统、做市长、做州长、做参议员。可你假如没有能力，你不能带领这个国家突破困局，让民众看到也享受到一个真实的富有希望的未来，那掌声也可能有一天会变成嘘声。所以一方面要有魅力，能赢得民众的欢迎，一方面要有能力，有好的政绩，有好的品德，好的操守，才能赢得民众的尊敬。我觉得以现代之事啊，当然民主的缺点还很多，可只要我们能坚持信念，天下为公，人民最大，把它实践在你政党政策和他日常的选拔人才，有好的居心，好的念头，有好的实践，我想这样的政党才能不愧民众的所托啊，也才能够在当代负起应该有的这个责任。就像秘书长所谈到的啊，其实也的确就是说，如果民主政治多半选出来领袖到最后都是平庸的话，但他最大的好处是说，这些平庸的领袖，但他知道怎么样去合纵连横，这个好的人才进来服务，那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领导的平台，然后领导的平台，然后让一个很好的执政团队来施政。可是里面都有一个重点，其实不管是老和尚刚刚特别提到的他对于君主政治的一些思考，以及我们的秘书长啊，从民主政治的洗礼中出来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对于民主政治选举文化的一种深刻的体会，但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谈到了这个人的品质。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圣君，在君主政治就是一个好的制度，但如果是个暴君，那就完蛋啊。可是同样的，民主政治也一样，如果选出来的是一个他虽然平庸，可他懂得用人才，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好总统。但他如果是一个又既不会用人才，自己本身又陷入到各种无能贪腐的话，这个也是国家的灾难，民主的灾难。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性的善良的问题。老和尚曾经在这个政党为人民服务的这篇文章里面特别提到说，人性本善，性具圆满，智慧德性，这样的一个说法哦。可是，在政党政治里面，你觉得人性本善还有它的意义吗？待会也听听秘书长来回应。我们有时候看到政党政治在那边互相杀伐的时候，人性都被扭曲了。所以，老和尚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人性本善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善我们老祖宗教给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三字经上头一句话啊。这个善呢，不是善恶的善啊，比善恶的善高得太多了啊。他这个善是赞叹的词啊，人性是圆满的。那在佛经上讲就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大乘教里的佛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佛。佛的这个字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觉悟，叫大彻大悟啊。这个人称之为佛，所以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人，他是人啊。那佛告诉我们，他人性善在哪里？他有圆满的智慧，他有圆满的德能，他有圆满的相好。我们现在中国人讲福报啊，相好就是有福报，他通通自信里的居住的，他不是从外头来的啊。那现在我们会有这么等差呢？这个等差我们把自信啊迷失了，迷失了之后，所以才有这个差距。如果没有迷失的话的时候呢，人人都是佛，那这真的是平等啊，真平等。迷失之后就变成不平等了啊，那就是迷的浅深问题。迷的浅，哎，智慧就高；迷的深，那智慧就比较差啊。那连带的这个德能相好啊，都是一样的，要往下衰退啊。所以他这个善相，那个善是个圆满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教就很重要了。所以我给这个剑桥大学的一个汉学家啊，这个我们在伦敦时候认识的，他从我们汤池小镇呢做了实验，他去考察了四天，在住了四天，回来之后从香港经过住两天，跟我谈了六个小时。他就非常希望我到伦敦去办一个书院，这个书院就属于剑桥大学的。因为英国这个学制啊，剑桥跟牛津的时候都是学院制，我想可能都超过50个学院啊，我是个书院制。他就给我想好题目了，他就希望你去办个大乘佛学。我说我很欢喜，我真的是难得你能够瞧得起我啊。那么剑桥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学校，我说是个好学校，我说可是我不会接受你。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学校那个制度框架的嫁给我，我却教不出好学生出来。他说那你怎么个教法？我说我没有方法，我是集成中国传统老祖宗的老方法。他说老方法是什么？我说三字经上前面讲的八句话，那老方法。他是汉学家，他论语都会背呀，这三字经他很熟啊。我说中国人在教育上他肯定人性本善，这个办教育的时候一定要肯定啊。那你教不好的时候你不能怪学生，我没有教他，我没教好，责任在我，不在学生，是学生教不好把开除了是吧，那学生冤枉啊，那我们学作为这教老师的人不负责任啊，一定能把它教好的。所以这个下面两句话就是性相近习相远，这就是差距大了啊。性是一样的，相同的，都是圆满的，可是你要是没有好的教育的话，那就是我们讲它会受环境影响，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但它就会产生影响了。所以底下教育就从这里这个兴起来的啊。所以苟不教现在起，一定要好好的教。怎么个教法呢？教之道归一传。我说这个原则太了不起了，太好了，就这么一句话要传。那现在教的什么？现在我说你们这个伦敦剑桥我都去看了，你们教的东西太杂了，太多了，太杂了，太杂太多了是吧，他这个学不出来，他这个是意志，他不能精神不能集中啊。我举这个例子，你比如你们第一个重点上语文，第二个重点上数学，第三个重点上，他是不是？是的，从小学到研究所都是这么排课的。我说这个是吧，第一个小时的课程还没有吸收就换第二个了，
啊，第二个也没有吸收完，就换第三个了。我说这个把学生头脑教得像浆糊一样，嗯，啊，这很痛苦的呀。我说中国几千年的教学什么，就一门，一门学好了，学第二门，啊，你我说譬如小学，举这个例子，啊，小学这个课程，它有四个主要课程，啊，小学六年级。那么副课那个没关系，啊，那是陶冶性情的，啊，这四门主要课程，语文是第一。语文是所有教学的这个基础，啊，那这四年时候，我可以用三年的时间专教语文，啊，学生说三年的语文教下来之后，我相信他语文的程度啊，可以达到现在大学中文系的都达不到的那种程度，啊，你三年专教语文，啊，一年教数学，啊，六年的数学一年上完。六年的实地一年上完，我用这个方法来教，这句话叫归专。学生书包只要一本书，他不要带两本，他学得快乐，学得轻松，他脑子里想一桩事情，他没有第二桩事情。这个吸收的这个能的，这是中国古代五千年的这经验呢，摆在此地，代代中国有贤人出来啊，他用这个方法教的。啊，你现在这个方法教的学生怎么样？教的心浮气躁。啊，在中国过去都是人心清净的，一定的，确确实实，真是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他有这种定力啊，现在没有了，像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但不能学道，就世间的学术他也学不精。啊，他要学精那是什么？极少数的人啊，靠那个研究所的专攻一样东西。啊，所以年轻那么长的一段路，那么好的光阴，他的精力你都把它浪费掉了。我说这个太可惜了。我说你到学校去商量，假如他同意我们中国老方法啊，我怎么招生怎么样教你都不要管，到毕业出来你们看成绩好，你们来发文凭就好了。我说我去，我愿意去，是不是？所以中国这个传统太好了。那我们到台湾之后，因为在大陆上战争就失学。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这个学佛，我跟他人家十年，啊，那么他教给我们呢就是一门，他不许可你学两门，就是你学两门你没有能力，就干干脆脆叫你死了这心，啊，一部东西学完之后，他认为可以了，哎，你才可以学第二门，是一样一样的学，我们深受其利呀。知道这个东西的好处啊，啊，跟学校的课程是同样的课程的时候都能学完，但是就排课的方式不一样，我一样一样教。啊，所以教育需要改革，我都把这个事情给陆克文先生讲过，因为他在台湾学习的，他学中文的，所以跟他往来的时候不需要用翻译，中国文字他都能，文言文他都能看得懂，所以很难得了，我们交上个好朋友似的。所以我说教育要改革，所以他呢就给我建议，希望我在澳洲时候办个实验学校。哎，实验学校办成功了，因为他改革需要国会通过，他会带国会的时候，这是议员的时候去看去考察。如果这个好，真的教出来之后，比一般学校就能在澳洲普遍的推行。我说你功德无量，这个做好之后，你救了全世界的年轻人呢。哎，我跟他讲，总理不稀奇呀、啊，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做好事啊，你好事做是真是留名千古啊。我说你做几桩好事情，养老、育幼，这大事情。啊、哎，我说这话他都能接受，都欢喜，是一定要做出实验。你现在人你不做实验，你跟他讲他听不懂，样子做好了，你来看。啊，你看到这个看到效果之后才相信，所以我们是汤池这个三年的实验，没有这个实验，我们跟联合国这些从事和平工作的人你怎么讲，他不能相信，很难说服。哎呀，他很困难啊，他说这是理想做不到啊，我真正把做出来给你看，让大家相信。所以赵老和尚，您的刚才让简单的我们把它浓缩起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还是相信人性是善的、但这个善是一种圆满的智慧、正因为有圆满的智慧，所以要教，对、要教的方式就是贵以专、那我这边就回来请教秘书长了。
您在政坛上这么多年了啊，看到政党之间的竞争尔虞我诈也看了很多了，您还能够相信人性是善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吗？特别在政党政治中，我们还可以假设人性是善的，然后跟对方诚意的沟通、诚意的互动吗？请教你。我就想到佛家的一段公案啊，这跟人性的善或者需要不需要更深的修为啊是有关联的，就是禅宗六祖的那一段精彩的问答。人性哈，当然是本善，可是善的他会不会也遇到了当下所遭到的一些个考验？比如说孟子就讲了什么叫大丈夫，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那有时候会不会遇到威武？会。有时候会不会遇到贫贱的这种试炼？也会。有时候会不会受到富贵的这种吸引？也会。所以也许啊，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擦拭，莫使染尘埃。就我们的人性可能是本善，可是有时候会有贪、有嗔、有痴，那就像灰尘一样，你得要时时勤擦拭。就像《论语》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你这个三省吾身，其实就是要时时勤擦拭的那个意味啊。所以儒家同佛家，以现代的观念来看，就常常要反省自己，常常检讨自己。反求诸己，政治人物亦复如此啊！你有时候参加竞选，你可能会遇到的对手是不一样的，那你到底都是用很老实的、很正规的方法，他反正讲的我就不理他，他讲的不是事实我就不理他，其结果就常常水滴石穿，三人成虎啊，鸡飞成蚀。所以现代的政党竞争就必须要懂得一点。旗正相争嘛，你出正兵也得出奇兵，有时候预判到他可能会出很多不好的这种扰乱人心啊、混淆视听的做法，你事先可能多加防范，先把他可能出来的各种招式啊，你让民众先能够打下预防针，那这个就是在时时勤擦拭的时候，你也见证了人性固然有善，人性也有可能会遇到恶，那你害人之心不可有啊，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哦。在政党或者在个人，就常常会有这样一点。至于人能不能成就到六祖更高的期待，说身非菩提树啊，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是何等高的境界，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已经是超凡入圣了，在凡间恐怕我们还是要仰仗教育的、反省的、鼓励的，然后大家能够时时勤擦拭、让自己的心回复到明心见性的这种程度，我觉得这个才是当前，不论是政党或者政府，回归到老和尚刚才讲的，教育的功能啊，它就是发掘、体现原有人性最深的那个本善的意义，而这个本善有时候蒙受了一些挑衅、一些诱惑、一些压力，它很可能会染上尘埃，那必须时时用教育、用本心的检讨。把它勤擦拭，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境界。我想教育的功能正好是在强化人性本善的真谛，而防止了那些贫贱的呀、富贵的呀、威武的呀，乃至于为了追求贪嗔痴而可能造成对人性的扭曲，我们要把它导正回来。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有它特别的意义。假如人性本来都一善到底，那政治也没有什么作用了，宗教、法律也没什么作用。正因为人性虽然本善，但是常常会受到一些蒙蔽，就像乌云有时候会遮到月，那只有乌云散去啊，那个月光乃得大明。我觉得
教育就是在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也是我再追问一个问题，这也就是秘书长您自己到现在为止，我想外界对您都觉得说，您虽然说在政治的攻防上面常常都是当仁不让了哈，有来有往，可是还保持一个非常坦诚的自我。你是用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在政党政治的这个参与的过程中里面不迷失自己本性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时时勤拂拭，时时都会提醒自己嘛。对啊，就像政党嘛，政党有时候也会做执政党。那当你执政的时候，你就尽其最大的努力把它工作做好。那你要礼遇，要尊重在野的声音。因为那个声音就跟那个明镜一样，就跟唐太宗把魏征当作他的明镜一样。他也会帮你实时勤擦拭，他有这个功能。有时候你自己要擦拭啊，有时候受到某些障碍，别人来帮你擦拭。等到你作为反对党了，政党不可能永远执政，有时候也会做反对党。你做反对党就不能样样都反对，你必须要体会你在野的时候当时执政的时候，执政的时候也要是在野的时候，你在野对的你要支持，不对的你才去反对，才去监督，才去阻止。我觉得不管扮演什么角色，人或者政党都必须以人民最大天下为公的思想，我想这样子，这样的政党大概就比较不会迷失了啊。没错，有些政党当然会迷失，个人也会迷失。你看好多政治人物没有掌权的时候都是讲我自己最干净最清廉，对方是积多少年的余毒贪污腐败，可是一旦自己掌握了权限之后，贪得比前朝更凶，腐化得比过去累积的多少朝代更坏，那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自己经受不起富贵的诱惑，不错，经受不起权力的腐化。我觉得这是引以为戒的地方。对，老和尚，那我这边就要一个问题请教您了。刚才在秘书长的谈话里面，其实也一再提到说，这个没有一个政党是可以长期执政的，只要汲取自己的经验啊，当在野党的时候就好好当一个在野党。那台湾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朝野政党之间的和谐对话，然后团结的问题啊。我请教老和尚，老和尚曾经提到过说，在宗教界里面，按理说应该是最对立的，可是你也经过常年的努力，现在然后自己也编出了一本啊教材，让大家看到不同宗教之间基本的理念是相通的很多地方。您认为台湾的政党之间要怎么样多一点的合作，多一点的团结，多一点的互信啊？作为一个宗教的领袖，您可以帮我们为这个话题当做我们今天访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结论了。就是刚才秘书这样讲的，时时勤拂拭就是教育。我们天天在学伦理，在学道德，在学因果，这个就是天天在勤拂拭。这个学习宗教也是一样，宗教之间也不团结，门户之间名利之争，是不亚于政治上的这个这些问题。所以你看，我到日本去访问，我去的时候，日本就是净土宗的，十几个这些住山长老，请我吃饭，吃完之后我也很感激。有一位日本法师告诉我，他说今天这个会议可以写在日本佛教史上。我说哪有这么严重啊，这什么，这个话怎么讲话了？他说这些长老平常都不相往来的，彼此不相往来。他说你来说居然大家都能聚会一堂的迎接我的事，原来我想到了，我在没去之前呢，我送了30套大藏经，每一个这个道场送了一套，他们是这么样来的，我明白了。好，我说我离开的时候，我才请他们，回请的时候他们不拘一些，我就向他们说明，我说不同的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我说我们是一个老师，如果我们彼此互相不相往来，释迦牟尼佛天天流眼泪啊，就像父母一样啊，亲生的这个儿女不相往来，互相对立，这多难过啊！我说不可以，我们这个一定呢。要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怀，这个互相这个照顾。我说古人说得很好，若要佛法兴呢，唯有僧赞僧，我们互相赞叹，不应该互相毁谤。不但我们要团结是一家人，
我说不同的宗派，那也是我们的亲兄弟啊，像这净土宗之外的啊，这个华严宗啊、禅宗啊，啊这个天台啊，其他的各个宗派啊，我说都是一家人，甚至于说其他不同宗教，不同宗教是我们的表兄弟，是也是我们自己一家人。为什么他共同是一个真神吗？真神什么？真神就佛家讲的法性嘛。啊，我说整个宇宙是一体。啊，我说我们和睦相亲要发展到不同宗教是一家人，不同族群是一家人，整个世界是一家人。我说这个我们的心，你看多么舒畅。多么快乐，多么自在啊！我说心量一定要脱开，这是我离开日本的时候告诉日本在净土宗的几位法师，我说不可以，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不对立啊，这个决定能够化解啊。那个陆克文这个选上这个总理之后，我第一句话告诉他，团结政党啊，团结政党，团结族群，团结宗教啊，我说下一届执政不执政不要紧，你能把这桩做好事，好事做好了，你在澳洲历史上就是最出色的一任总统。啊，不必寻求底下的这个要爱死那个死，放心大胆做好事。啊，这个是他们不能团结的，在你手上能不能团结的，这还得了吗？啊，主动去团结，每一个政党去拜访，每一个政党去请教，啊，请他们到总统府来吃饭，啊，听他们的意见，好的意见照做，奉着我们就落实。我说你这个样子，你就跟其他的总统做法完全不一样，你成功了。啊，其实听着老和尚，这个他听得进去啊。啊，所以他跟我交了朋友的，是啊。其实老和尚最后那段话，我想也就是我们的古老的智慧所讲的嘛，哈，正其不谋其利，民其道不计其功嘛。如果你能够眼光看得更远，对，在台湾也是一样。我们希望这个马英九总统的时候，在他的一任当中做出好事，都能以众生为念，做出好事，没错，哎，做出好事，哎，就下一不求被求，下一就考虑下一任连任不任，真做好了，人民拥护你。没错，我觉得这话是大概是最好的结论了，真做好了，人自然就会支持你。好，非常谢谢老和尚今天再度在仁爱和平讲堂里面为我们谈到了政党啊跟这个社会之间的互动。我们也非常谢谢国民党的秘书长，也是我们非常敬仰的政治界的一个讲常青树，你一定觉得政坛上的一个非常历练非常深厚的一位政治人物来接受我们的对谈跟访问。非常谢谢秘书长，谢谢老和尚，谢谢各位的收看，谢谢。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收看仁爱和平讲堂，我是主持人蔡世平啊。这段时间我们每一次呢，透过跟净空老和尚的对谈，然后请一个地方首长或者是特别来宾，大家一块儿来对话。那其实无非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啊，宗教里面的很多的理念，其实跟社会大众、跟国家的所希望提倡的公共道德彼此之间，其实是一脉相通的。那我们透过地方首长的对谈，其实也可以让各位去了解，平常这些地方首长呢，也许他的政治形象比较鲜明，可是我们从他们在地方上的施政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透过社区的规划、政策的推动，那么他们其实可以把很多他们对于道德、对于文化、对于宗教的很多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呢，是可以跟地方建设相互结合的。今天我们除了净空老和尚之外，我们为各位请到的贵宾呢，是来自于台北县三重市的李乾隆李市长。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李市长你好。师父你好，主持人你好，我们华为电视的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请到李乾隆市长啊，我先跟师父来这个报告一下。李市长呢很特别啊，我们在过去几次都是县长嘛，那李市长呢在三重市，
那在台北县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市了啊。那最重要的是它人口相当多，它有40几万的人口，所以它其实比台湾的某些县其实还要人口还要再多。最重要一点是，县长其实是很重视所谓的社区的伦理的规划跟营造的。好，我想我先请师傅开个场，好不好？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讲伦理的时候，有没有重视到社区这个概念，还是说他只集中在家这个概念？那如果是重视到社区这个概念的话，您在国外，在美国，在澳洲都居住过，西方人对社区好像是有一些跟我们华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您怎么看？中国过去的家就是一个社会团体。你跟外国人讲社会，6个人以上共同居住在一起，那就有规约了，对，就是一个社会行为了。那么在佛家讲的时候呢，4个人以上要修6合敬。哦，4人以上。对是啊，那遵守6合敬呢，那这就是社会行为。所以中国这个重视伦理道德，它是有必要的。这是因为他的家是大家庭。在这个抗战之前，中国大家庭还有不少。那我居住在乡下呢，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大家庭一般呢，人口应该都在500人上下，这是普通的。人丁稀少的，家道不兴的，也应该有300人左右，那么兴旺的呢，有700-800人。他这么多人居住成一个家族，那要没有规矩还得了吗？那家就坏了。所以家他必须要重视家道，道就是伦理道德，要重视家规，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的，这些规矩，也叫做家训，那么再就是他的家学，从前私塾实在讲就是自己学校，家业，他家庭从事于的这些事业。所以他家有这些精神，那他的功能那就是育幼，子弟学校培养这个子弟，有家学，有家业，这家业，家庭这些这个事业，所以是这个他的功能呢，养老、育幼、传宗接代，那传宗就是传他的家道。传他的家庭这个精神与功能，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组织。而且中国人讲九族，那一扩大的时候，家庭扩大的时候，那就有婚姻关系的时候，这时候就亲，就这个表兄弟，这个姨表姑表，这一伸出去的时候，那就是很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所以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是中国5000年来传统没有不重视的。那么在外国的时候也不例外，但是他没有中国那么样的严格，没有那么细，中国人讲的很微细，在外国人没有，可是他也能维持。那么现在无论是在东方西方呢，因为科技的发达，大家的念头变了，相信科学，东方呢不相信祖宗的这个传统，西方不相信宗教了，所以造成今天整个世界社会的动乱。我遇到很多国家领导人跟我谈到这个事情，都是皱眉头，没有法子处理。我说总的一个原因就是一句话，什么话？教育出了问题。只要把教育办好，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老祖宗讲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有道理你建立一个政权，那个军是领导，领导这个百姓领导人民，什么东西？教育。只要把教育办好了，全通，什么问题都解决。而且师父这个教育还不只是限于学校的教育，其实也包括了一个家庭的社会教育的社会教育等等。好，我这边就师父开了一个场了，我就回来请教三重市长李乾隆李市长您自己在三重市其实已经是第二任了，对不对？对，也就将近8年的任期了
您自己是怎么样看待社区的营造？我们晓得社区营造其实是跨越蓝绿政府都希望推动的，那您是怎么样来把社区当作你施政的重点？那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你怎么样来加强它的文化甚至公共道德的建设呢？其实三重这个地方啊，是人口非常复杂，它 70% 啊是从中南部过来，所以这个本地的人大概只有占三成，中南部尤其云嘉南是最多，那所以到三重这个地方呢，当时是他们是因为想到北部来发展，所以他先落脚的地方就在三重，所以白天呢就是往外去讨生活，就台北市去了，晚上才回到三重这个地方来，所以认同感是比较少一点。中南部他因为生活比较困难，跑到台北来，所以慢慢这个三重过去是一个农业社会，慢慢转型变成一个群落了哈。所以过去三重在70年代哈是为台湾的经济奇迹啊贡献很大，是它在转型，所以人口结构也在急速在转变哈。从以前农业农村呢、啊、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后来改成一个社区一个社区，这是跟着整个社会的形态在改变嘛。那这个所以变现在我们在讲的社区总体营造，因为变成一个社区一个公益大厦起来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整个社区的营造是下比较多的功夫哈。所以这个是因为整个社会变迁，整个人口结构居住环境在变，所以变成我们才会从深入社区里面去啊，做一些总体营造去经营这个社区里面。那三重过去人家讲是一个文化沙漠，所以我这七年多来啊，我一直比较重视的一个区块就是从文化扎根，希望鼓励大家多念书，那鼓励大家多进图书馆。所以我在这七年里边来啊，在三重的图书馆里边呢，有6个图书馆，11个阅览室。那鼓励大家到图书馆来借书来念书，所以像三重现在40万人口，去年的借书量是达到102万册，改变大家对三重的一个2点多次了，现在根据教育部社教师讲，到台湾的借书量大概是 1.5 册，我们已经达到 2.5 册，平均值以上 2.5 册，所以师父讲的说，鼓励大家要从文化从心理建设开始做起。那现在整个教育体系来讲就是有很多区块，但就缺少伦理道德这个区块，所以我们非常感佩啊，就是我们三重有一个联员啊，他们在光荣社区里面哈、推动社区里面，大家到社区里面，大家来推动，从一年级小学生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到高年级，从《弟子规》开始弄，所以伦理教育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市公所这边呢也是重看到这一点，因为三重整个跟着经济环境在改变齁，现在大家都不愁衣穿齁，不愁这个的各方物质享受是不愁，但是在伦理道德这个区块在学校教育里面呢都已经束缚掉。所以很多的中辍生了很多的社会青少年问题齁，一个教育专家讲他是说是青少年问题是重因于家庭，显现于学校，恶化于社会，所以我们一直很重视社区里面这个伦理教育哈。那我们一直希望说，像联院这样的一个在社区做这样一个社区小学里面哈，课余以后把这个小朋友都集中在社区里面，来从《弟子规》啊，从很多伦理教育，从这个来扎根做起哈。所以如果说像联院这样的一个，像社区小学哈，能够扩散由点到面，到线到面来哈，整个社区，整个三重这个社区，因为现在三重大概有400个社区，就是公寓大厦400个，人都集中在那个地方，所以社区总体营造要从社区进去做哈。那过去是一个村庄一个村一个聚落，所以现在我们来讲，在整个社区的总体营造来讲，不是说只有说帮他去做消毒，帮他去做一些什么服务工作，我们想最重要哈，从社区里面来做教育，做来做扎根，尤其像我刚刚提的联员这边，从《弟子规》开始，让小朋友从心理上道德教育，从学校里面做不够的，在社区里面再来做，这样对整个社会来讲会比较好，能够从基本做起，能够说社会和谐，减少大家
族群的这个仇视啊，这方面做起的话，社会更和谐，会更进步啊。市长刚刚提到的联院就是更新联院教育基金会嘛，对，他们有两位老师，一个于老师，一个陈老师，对，一个于素华，对，一位陈瑞珠，对，两位老师，他们其实都是净空老和尚，对，非常非常那个敬仰这个老和尚的，所以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工作，刚好就是师父其实一直都很希望能够在社区里头，在地方上能够慢慢扎根做起来的。对，师父，您知道这两位年轻的老师们他们在三重做的事情吗？对，听说。对，那个我这边就请师父来谈谈，就是说，换个角度来哈，就是说您可不可以给一点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刚才市长所讲的，因为三重它是一个中南部上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给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一个好的前途发展，所以他们又因为受限于经济的因素，所以他们当时没办法在台北市找到一些好的住宅，那他们就先在三重这样定下来。可是真的也很有意思，他们只要在三重一落脚，买了房子，然后结了婚，他们其实就变成三重人了。对的，对，就新的那种地方家的认同感就出来了。好，所以其实他也刚好有这种感觉以后，刚好也就是市长所努力想要经营的，让他们有更多的文化素养，让他们能够开始用一个社区来当作一个新的家。师父，有没有可能用一个社区有可能而取代了过去的亲属的连带关系？有可能。我们现在想象当中就是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嗯哼。因为中国传统的家了，从这个第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啊，确实彻底破坏了，因为那现在的时候，这说是重新再恢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血缘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中国这种家的精神跟功能呢，太好了，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的啊。所以中国这个国家五千年长治久安呢，实在是家的贡献。啊，这你看《大学》里面所讲的“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那个家观念太大了，嗯哼，啊，那么这个如何能够把家的这个精神跟功能再延续下去啊？所以我就想到企业，企业家，一个公司是一个家庭，一个这个社团是一个家庭，那这个可以确实能把中国传统这个家跟这个功能呢延续下去啊。那这个要是能做出来之后啊，不但对于自己国家长治久安，还能够帮助全世界化解冲突，达到安定和平，这个贡献就太大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向这个方向啊去努力。那么从前家是血缘的关系，现在的时候我们要用啊道义的关系啊，所以这教育不但伦理重要，伦理道德重要。伦理是讲什么？讲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就像是人与动植物的关系啊，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人跟宇宙的关系，人跟天地鬼神的关系，那通通包括的，都是属于伦理的。如何处理这些关系，这道德啊，这叫道德。那么还得加上因果。嗯哼，啊，所以如果说有这三种教育的时候能普遍啊普及推动的话，这个社会很快就安定和平。嗯哼，啊，无论释法或者是处释法，都是建立在安定的基础上。社会不安定，什么都没办法建立。嗯哼，啊，所以社会安定是先决条件。啊，那我们现在在这些年来的时候有这么个缘分啊。这个也可以参与联合国的和平活动呢，我们帮助这个世界啊，希望呢各个地方都能够化解冲突啊，促进安定和平。可是化解冲突还是要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在国外呢加上宗教教育，宗教教育里面还是这三样东西啊，就是宗教里面讲的伦理，讲的道德，讲的因果，啊，那我们在这本书里头收集十几个宗教，都是关于这方面。你去一看，大同小异，所以宗教是可以团结的。嗯，
师父在我们这个仁爱和平讲堂里面，其实速度呢跟与一起参加我们节目的一些政治地方的首长们一直强调说，宗教如果都能够团结，政治怎么能够不团结呢？好，我想这个当然其实我想说的就更有道理了。我想市长很有意思啊，三重市其实如果就蓝绿的板块来说的话，其实三重市一向都是比较偏绿的选民其实是相当多的。所以李乾隆理事长呢其实很不容易的啊，替蓝军在三重市打出了一片天。可是我想市长一定知道，你不可能只靠蓝绿来治一个市嘛。你总是要让这个市民会知道说，诶，虽然我没有投你票，可是市长做的是全市的市民我们都希望的公共建设改善、生活福祉、治安改善等等啊。市长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下，就是你当了两任的三重市的市长了啊，你是怎么样去化解这种选票政治上的这种对立啊？就是用什么方法来？用什么方法？这个师父啊，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化解民怨，就消除冲突。这个社会啊，如果没有冲突，民怨都少了，这个社会就会安定嘛。”对，哦，这个就是，你看，我是虽然是国民党，但是很多民进党的也支持我啊。嗯哼，但我